Everyone, welcome back. Continuing with the League of Noblemen drama, and this is episode 17. So previous episode, we finally got into more of a stable state for some of our characters, and the other ones are traveling back. So, or I'm guessing that's where they're going. So let's go ahead and continue. The title, it says, Lan Jue resigned as chief examiner for Zhang Ping. I don't know. Let's go. I heard that 半月楼已经被中书省王舍人的内职给包下来了，科考在即，他竟然敢如此招摇享乐。人家什么身份？我等什么身份？说不定早就已经把门道疏通好了。我们这些寒门子弟能跟人家比吗？如此说来，我们这寒门子弟岂不有无处都知啊？喝酒吧，这儿有。哦， 哎，你们听，哪儿有嘘声？Like a ghost boat. 敢问阁下？ 为何挡住我们的去路？诸君夜泊京湖，罪我无谋，想必是科考在即心有烦忧，吾特来为诸君解惑。Very friendly. 阁下何人？怎知我们是荆轲世子？吾乃镜湖先生，可辨识人心，知过去未来。王承秋，我看此人行事藏头露尾。 多半是个骗子吧？就是啊，天下哪有此等神人？我可不信。如若不信，可上传一事。诸君心中所求，得无相助。I mean, his voice is very inviting, but just the idea, not so much. 请。He's gonna eat you up. Nothing. Right? Oh, maybe. Yes, sir. 敢问先生如何为我解惑？ Oh. We got another one. 凝神静气，详看此物，一切因果。 I mean, like I said, I do like his voice. Very mysterious. Somebody you do not want to go in a boat with. 那一夜，月色皎皎，君声悠悠，镜湖先生乘一叶扁舟破雾而来。他邀请世子王成上船一叙，三言两语便点拨了他。 然后又消失在一片薄雾之中。你们猜后来怎么了？怎么着？Money。下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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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据极地秘籍。第二日，王成便写出了数篇文章，向司贤书局投了稿。那书局刊印的《京都意识》，乃是侍中令韩大人的必读之物。这不出几日啊，王成便被韩大人相中了，收为了门下弟子。哎，这王成岂不是发达了？对呀，对呀。哎，诸位，这不只是王成啊，那晚同去三人都被晋胡先生一一勘破心中所求，还指点迷津，并助他们得偿所愿。Trying to make money。总之啊，但凡是世子能遇到的疑问，这晋胡先生都能为他们一一。张兄，
你怎么回来了？今天先散了啊！这镜湖先生该怎么找啊？这我也想知道啊。不过呀、啊，还是去镜湖边碰碰运气吧。啊，先生，先生。Well, the other one's different, but it. 哎，听说了吗？这次科举啊，太后跟圣上都想让自己的人来当主考官，相争不下，到最后呢，却让一个两头都没站的蓝侍郎讨了空子。那个人油盐不进啊，送礼的都让打回来了。哦，马兄莫非之前碰过钉子？怎么说话呢？我用得着吗？对，也是。马兄啊，堂堂江南郡守之子，过些日子啊就要迎娶国舅千金了，还用得着讨好他区区一个蓝侍郎？就是。So graceful. 没想到这主考官之位竟落到了我头上，世人皆说我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只怕圣上此举另有深意。是，看来接下来咱们的行事须得万分小心了。事已至此，只得尽力出去。大兄，你可不知道，我最近天天求神拜佛，只盼你早日回京，我都吃了半个月的素了，可把你盼回来了。心结解开了呗？那就好，看，一定是佛祖显灵了。走。啊，这不是最近快科举了吗？我去临时抱抱佛脚。I think your water's done boiling there. 对了，你刚刚说那镜湖先生什么人？哦，你说那人啊？那可是个神人啊，就是在你离京不久后突然出现的。哎，别说，那人跟你还有点渊源呢。我听闻他也会一种术法，能窥探内心，预知未来，而且也要用到一种水器。难道他也会净化水源？大人，我已经在镜湖边上查看过了，却全然没有发现镜湖先生的半点踪迹。此事实在蹊跷，既然摩罗族的复仇者已经死在了玄机府，为何又冒出来一个镜湖先生？前尘往事扑朔迷离，但既然此人会净化水月，就一定同摩罗族有关。找到他，或许会有新的转机。张兄，这就是我跟你说过受过镜湖先生指点的许兄。许兄，这是我的好兄弟张平。我知道二位来所谓何事，但我已经不能再多说了。现在整个京城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就连主考官蓝大人都被惊动了。我怕再传下去，我是要惹祸上身啊。许兄，咱们俩在京城是什么关系啊？你就帮帮我呗，我保证张兄就是问几个问题，绝不外传。来，绝不外传。你问吧。听说镜湖先生能够窥探人的内心，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我一开始也不相信，但是镜湖先生一下就猜到了我正在寻找薛如编撰的四书真注。这本书在江湖上失传已久，那晚镜湖先生跟我说，让我回去之后多做善事，积攒福报，我就沿街给那些流民啊、乞丐啊发放些吃食。结果你猜怎么着？有一个乞丐非说不肯白吃我的，拿一个旧的木盒跟我交换。我拿回来打开一看，好家伙，里面竟然就是这本四书真注。我真是太神了吧。
干嘛？问就问啊，别打我的叔的主意。镜湖先生那晚使用的水器，是这样的吗？还真是一样的。你们怎么也有？嗨，那天我详细的跟张兄说了一下，他觉得特神，他就仿制了一下，仿制的，仿制的。那镜湖先生是如何用此物对你施术的？哎，你干嘛呢？我就是往里注入清水，然后让我注视着水面啊，差不多就这样吧。好了，我要温书了啊，你们也回去。我再多问一句，你被施术后，还记得发生过什么吗？也没发生什么，就是感觉置身于仙境一般，心境无比平静。今科共备四道考题，由三位大人与下官分别出题，再有两位监考官见证封存。待科考当日，现场抽取其一。不知三位大人对此有何异议？老夫等人均无异议。那便请三位大人与下官封存考题。张兄，你到底弄清楚了吗？镜湖先生用的到底是不是净化水液啊？水器的样式和施术过程的确跟净化水液一样，但是据我所知，净化水液并不能未卜先知。嗯哼。而且，那个乞丐的出现，也未免太过巧合了。Unless you haven't unlocked that power yet。最好我们又白跑一趟。也不是。既然他也有水器，就说明他和摩罗族有关系。不过，我总觉得他别有居心。怎么还别有居心了呢？更奇怪的是，镜湖的湖水来自地下，与外界并不连通，外面的船不可能进来。镜湖先生的船又是如何做到神秘出现又神秘失踪的呢？我觉得吧，咱们就别瞎想了。听说那镜湖先生是湖上白鹤所化，自然来去神秘，岂是我们这种凡人能够窥破的？你先回家吧，我再想想。近来出现个镜湖先生，在世子中威望颇高，蓝侍郎可有耳闻？下官听说，科举乃是为了选拔天子之生，却有宵小之人趁机笼络人心，他是意图不轨。你作为主考官，需更加上心。下官请进。Protect that one. Oh my gosh, that's too cute. Take him home.
Oh, just make up with him. Oh, fancy. Cats are eating good. Alright, going to meet the ghost on the boat. Now everyone is going. 咱们都来了五天了，也没碰到镜湖先生。那天晚上我怎么没跟王成兄一同泛舟呢？ 也不至于天天在这守株待兔。来都来了，要不咱们还是去湖上碰碰。哎，陈超，你怎么也来了？你不是在家温书备考吗？哎，别提了，我这半吊书袋啊，临时抱佛脚是没用，还是抱个肩佛吧。来来，给。 是，这勋生是镜湖先生。哎，镜湖先生来了吗？哎，让让，快！哪儿呢？这湖上的事，一定是镜湖先生的锦囊。这怎么拿呀？这对啊，都让让，你给我。 来，这个，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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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别人，我抽他什么鬼油啊？明天就要科考了，却遇到这档子事儿，蓝大人应该怪头疼的。一会儿抽签的时候，咱俩要遇到他该……蓝大人是考官，我们是考生，入场就好了。我看可不如常吧，这当初啊，我可听说有人天天出入蓝府，跟蓝大人怕是什么远房亲戚吧？那张兄金科定然是高中了，何轩在这儿，先行给您道喜了。何轩，张兄招你惹你了？少在这尖嘴博舌。怎么了？我说的不都是事实吗？大家说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哎，诸位，考官来了。我二人乃礼部员外郎邵志、季文，皆为金科监考官。依照惯例，考生须于考前一日抽取座次，由我二人亲自监督，以示公正。考试期间，一人一座，已按照天干地支的次序排列，签上所写乃是座位的号牌。现在，请所有考生排成两队，开始抽签。人参就在鬼友旁边，张兄，你可太幸运了！快点儿！啊 ，Now I'm not really understanding the seat。好尿吐，保佑我不要抽到鬼友。哎，陈子商抽中了鬼友号。哟，陈兄，镜湖先生预言你听说了吧？你可要小心。是啊，陈兄，这镜湖先生的预言可是很准的，你呀，赶紧回家烧点符纸，去晦气。
陈兄，怎么走了？切，不考了。装什么清高？不就会写几篇文章吗？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就看不惯他那鸟样。陈兄不就平时帮人代代笔，补贴家用？你们何必如此刻薄？行了，快点出勤。张兄，你看什么呢？他刚才反应有点奇怪。哎，要我抽到了，估计更慌。朱世子，经查验无误，进入考场后需找到号牌对应座位，自行就座。本次科考为时3天，于今日4时正式开始。4时过后，考场封门禁止入内。如若外出，需提前交卷，视为答卷完毕，不可再入。Exams are always nerve-wracking. Joshua, 在那儿。Is that the guy that left? Guo Youzhou 的人呢？哎，陈子尚还没来呢，该不会预言成真了吧？张兄，今儿一直没见到陈子尚，离开考就半个时辰了，他不会不敢来考试了吧 ？Or did something happen?That we have to investigate. 那鬼友有鬼的传言，蓝侍郎可曾知晓？科举乃国之要务，务须谨慎。下官已派人加强公园周围的巡逻，仔细验查考场的陈设，并未发现不妥。嗯。4时在即，准备抽题。鬼友有鬼。到底什么意思，张兄？你到底看出什么来了？没什么异常。考官至。本官乃荆轲主考，礼部侍郎蓝爵，现抽取荆轲试题。Now what? Is that the boat guy? 是镜湖先生。镜湖先生。走，快，看到他，快，在哪儿？哎，快看，在那边，在上面，在那儿，又有警察，天上，快看，镜湖先生在帮我们，对，是不是镜湖先生又有什么预言了？
快快快快看，这边有动静啊！这是锦囊，在那边，快接着！树人似可竹鳌头，纯露行遍心木明。若无足定金镶玉，空有正欲四方情。树人似可竹鳌头，树人竹鳌头的方法唯有登科呀！这说的不就是科举吗？快去查，怎么回事？若无足定金镶玉，空有正欲四方情，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财，就只能空有一腔抱负吗？没有钱财，空有抱负又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有人早就用钱财贿赂了考官？那我们这些没钱的，不就白来了？是不是？对呀，就是白来了。鬼影有鬼，难道指的就是这场科考舞弊？这试题恐怕已经泄露了。不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必须的，必须的，说法，动院种地，对啊，吵吵嚷嚷，成何体统？诸位稍安勿躁。本次科考的四位出题人，皆是圣上钦点，全程又有礼部监督，断不会有受贿舞弊的可能。如若再有人危言耸听，扰乱考场秩序，本官将按照本朝的律法，将其除名严惩。蓝大人。您这是要排除异己，公然打压我们吗？哎，不对呀、啊，这句若无足定金镶玉，莫非说的就是蓝大人？对呀、啊，金镶玉，金镶玉嘛，绝不就是金镶玉啊！有请三位陪审官，一步内台。蓝侍郎，方才那一幕你作何解释？ How would he know? 事出突然，下官也是防不胜防。那是诗，你又怎么说？这一句有诸多解释，单凭金镶玉三个字便说下官受贿，这未免太过牵强。况且那镜湖先生藏头露尾，别有居心，他的话岂可取信？张平，你跟蓝大人沾亲带故，该不会是你们串通舞弊，他泄题给你的吧？我们蓝大人在帮你作弊吗？我刚刚看到你在鬼友号鬼鬼祟祟，你到底在做什么？我是去查案，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居心叵测啊！禀告四位大人，下官带人在附近一带搜寻，并未发现是何处传来的熏声，也未发现是何人放的纸鸢。你速去刑部通知王圣郎此事，请他前来相助调查。这……哎，不妥。老夫和窦尚书都是金科出题之人，我儿王燕理应遵循六亲回避、下属回避这两个条律，不能介入科考啊。哎，老夫为官几十载，还从未见过哪届科考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若要稳住考生的心，恐怕只有你辞去主考官一职，另择贤能了。下官既没泄题，又没有收受贿赂，若因着字条上的含沙射影便请辞，那岂不是正遂了这奸人之意？你们一个个红口白牙的胡说八道，张兄怎么可能跟蓝大人串通舞弊？我看有鬼的就是他，不能让此等舞弊之人跟我们一同参加科考，对我等太不公平。对，外面怎么回事？好像是闹起来了。我和蓝大人没有关系。我和蓝大人没有关系，更没有串通作弊。你蒙谁呢？刘太傅、王太尉，方才这个人在鬼友桌前鬼鬼祟祟，定是他跟蓝侍郎串通舞弊，应该把他们都抓出去严惩。我没有。张平，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还纳闷呢，你又没有什么钱，如何舞弊？我看，你就是蓝大人的亲戚。我说了我没有。你蒙谁呢？蒙谁呢？不不不不，现在这样，你作何解释？我没有，我说了我没有。住手！本官与张平并无瓜葛，我朝规定，
考前三月，考生均需录入家状。既然大家有此疑虑，我便当众宣读张平的家状，以正视听。张平，灌西川郡李家店人士，曾祖，祖。母，父，兄弟五，三代五，何家口音。本官知道你们寒窗苦读多年，其中的艰苦，本官深有体会。今日，既然诸位对本官有所质疑，为保公正，本官愿辞去主考官之职，赴大理寺接受调查。如若抽到本官的考题，亦可作废，另去抽取。少之，礼部的事宜，暂由你和纪文主持。Always something. Always something. 嗯。No matter what was the case, whatever is happening right now, Zhang Ping is not gonna stop, and he's gonna wanna, you know, try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I think the same from Wan Zhu as well, just because, some of it looks like somebody's trying to frame him for things as well. So of course we cannot let that go. And that brings me to the next part, that they might work again together, right? I really hope so. Plus, you know, Lan Jue himself came to the state of knowing, you know, Zhang Ping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He was just a child and this and that when he was younger. And so he's at peace with that, but ye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he's just not able to verbally kind of express everything. And Zhang Ping was, of course, felt wronged and kind of like still upset and mad about it. So I don't know who's going to be the first one to, you know, kind of like start the conversation or break the ice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m hoping that's going to happen real soon as well.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stopping by, watching, liking, and commenting.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so you know when things come out, and I will see you with the next episode, which will be 18. Bye bye.